来找路人做一个盲测挑战，看看会是哪一个获得冠军。摸起来很滑顺，这一瓶其实透亮感从肌肤里面透出来。是哪一家？好无感。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auty 特派员新田。又到了我们女生最怕的夏天，一整天待在冷气房，让我们的肌肤变得又干又粗，变鱼鳞皮。抹了乳液之后呢，又黏哒哒的，让人受不了。我自己呢，在夏天最爱用的就是这款艾维诺的燕麦水感保湿乳。最近他们还推出了全新的蜂蜜杏桃优格款。那如果你喜欢身体乳香香的话呢，就可以选这款哦。还有点甜甜的，像吃优格一样，非常的清香。但是呢，我非常的好奇，在大家的心中，夏天必备的乳液会是哪一款呢？今天就跟我一起到街头来盲测吧。那这边分别准备了 A、B、C 三个不同品牌的身体乳液，我们也有将这放进这三个一模一样的瓶子里面，来找路人做一个盲测挑战，看看会是哪一个获得冠军。想要请问一下，你在夏天肌肤保养上面有遇到什么样的困扰？就是办公室的冷气其实都会开得蛮强的，手啊，然后就是脚其实都会觉得蛮干燥，一度就会怀疑卷轴是不是哪里老化了。他一直点头哎。没有，手部都蛮干的，老没有。是超级大油脂，就流汗到感觉可以装一盆水，里面会养很多鱼的感觉。晚上的时候我还会擦乳液，不到几分钟我就会觉得身体很黏，湿湿黏黏的感觉，床单还会湿哒哒的。就是最近不是都要一直喷酒精吗？然后又要一直洗手，然后我觉得我就是长出那个酒精手，手很像阿嬷，干干的，然后我指缘超会长死。我看一下，有一点干裂。就我朋友看我的手都说，天啊，你手是80岁吗？可能需要找就是修护力高一点的乳液保养一下。那我今天呢，我准备了三款不一样的乳液，想要让你直接体验一下。喜欢这个，因为我觉得它摸起来很滑顺，它很清爽，感觉吸收的很快，也不会黏黏的感觉，就感觉。反正我就很喜欢。哎，A 是哪一家？好无感哦。C 好像就到现在还没吸进去。B 的话，我觉得好像保湿力还不错，不会随时随地都要马上干裂长小死皮的那一种。这一瓶其实保湿度好像还蛮够，透亮感是有点好像从肌肤里面透出来。可以摸了吗？可以摸。好，来看一下今天的投票结果。哎，我觉得还蛮明显的，乳液 B 整个胜出。那究竟乳液 B 是何方神圣呢？是我最喜欢的艾维诺获胜呢。真心的跟大家推荐这一款无香、秒吸收又不黏腻的燕麦水感保湿乳。如果喜欢身体乳有香香的话呢，就推荐他们的新品蜂蜜杏桃优格。那它是有添加希腊优格还有蜂蜜杏桃香，我超喜欢的，赶快去买一罐吧。